大師嗱，我今朝咧即係睇咗一個即係好正，即係因為我最近咧有啲心理不平衡，就係自己都做咗自問啦，好盡力去做，咁我都講啦，我唔係完美嘅，一定有啲差池嘅，不過我都想你欣賞一下我，喂，其實永富兄。都傻傻地嘅人，不過都盡力做嘢啊！都唔知點解，一埋嚟就即係總之只係彈就冇讚過嘅。即係有一個人咁樣樣對你，係啦，冇錯，有啲心理不平衡。我呢個人好大膽喎，呢、這個梗係你人老婆啦，咁老大實膽講嘅人都啦，不出幾老個實嘅講，多數咧，如果我話俾你聽唔係老婆咧，咁你一定第二個人，咁你一定係老友嚟㗎啦。咁由你去猜測啦。但系咧，我今朝咧就睇到一個短文咧，即係好似即係上帝俾我嘅一種安慰。咁啊，我試下讀下第一段啦。好啊。佢話：總有人不欣賞你的付出，人們可能會批評，人們可能會拒絕，人們可能會嘲笑，人們可能完全無法理解。但是請不要因而停止。因為這個世界需要每一個人獻上自己。嗱，邵華兄，我啊想問下你啦，我唔知道你平時有冇我呢啲心理不平衡啊？咁啊，當你努力付出，本來都預期人哋都先多謝一聲啦，一嚟就彈你喎，咁你點教我依方面经验真系比较少啲，唔知会唔会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咩咧？啲人唔敢批评我，咧？咁我又即系觉得我恶我真啊！係要向你學習下喎，真係。冇学，每个人有自己嘅 强即处。你嘅意思话，当阿 Ricky 师徒佢恶嘅时候，就大镬噶啦，系咪啊？系哦，嗱，当我你唔恶嘅时候，就大镬噶啦。系啦，冇错啦，你做翻你嘅好，谦卑温柔呢一个形象系最即系啱俾人感觉，总之笃笃地噶啦。啊，不过咧，你话有冇咧？咁我而家谂得好清楚，好艰难嘅时候咧，点都会有过都嘅，会嘅。都会有嘅。不过咧，你话我嘅当时嘅感受系点咧？我觉得可能我系比较，即系我系首先咧，我好多时就系会自己对自己要求好高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可能人哋对我嘅批评不及我对我自己嘅批评，哦，即系你系会咁啊。发现就系、是，其实你我都成日讲觉轻咗噶啦。老实讲，我对自己嘅要求咧，仲高过你嘅系批评。啊，因为我而家朝朝早哇，做完呢个节境目，界好厉害系嘛？朝朝做完节目都觉得，自己唔够好，唔够好又或咁者嗰种朝早做节目都俾人批评紧噶啦，系啊。咪咁啊？咁你就总之就自我调节。咁即系。唔係個個人都有你咁嘅境界嘅噃。所以唔係呢個唔好講境唔境界問題，即係可能每個人性格唔同。冇錯。不過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我又覺得係真嘅，即係其實幾難受嘅。即係當你自己自問，我已經好努力，好努力。老實講，即係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嘅。咁但係如果自己覺得已經好好嘅時候，人哋都仲咁批評咧，咁就可能好難受啦，即係有啲似行山爬山已經氣馁氣喘嘅啦。嘛？咁一嘢埋嚟就係話，喂，點解仲唔行快啲啊？咁啊，點解你唔欣賞一下我？喂，其實我已經對自己身體極限已經做咗一啲，你行咗10年，我啱啱先開始行，係嘛嘛？咁唔我公平咧，老實講，我就真係冇打算改變自己嘅。但係咧，就喺我過往人生裏面，我都盡量去鼓勵自己咧，即係其實從生活開始嘅，即係講一個生活嘅細節啦。你有冇發現咧？你喺生活里面商场大厦，当你推一道门，如果后边有人跟住你嘅，你眼尾睄到都有人嚟紧嘅，你通常会点做？咁继续拱住，拱住，直至到对方接手为止咁系样啦，啦你会发现呢个生活嘅细节里面，第一都唔系真系咁多人做嘅，即系你起码咧，你会谂一谂，其实。好簡單嘅嘢啫，人哋都需要噶。咁我都唔係停留喺呢個位。跟住咧，你定咗之後，你會唔會心理上面有啲預期，對方起碼有個友善嘅眼神，唔該，講唔該啊咁樣嘅。咁你通常有冇遇到呢一啲即係咁好嘅回應咧？咁你呢個講得啱喎。你如果從生活嘅例子咧，多數冇講唔該嘅。即係呢啲，大部分絕大部分，我多數都會擁住嘅。我係一個嗱，我呢度有少，我要自己讚揚自己。我係一個公德心好強嘅，睇得出。但係咧，我多數遇到嘅反應咧，都係唔該都冇聲嘅。咁啊嗱，我內心咧就有掀起你可能所講，哇，搞錯啊，即係咁嗰種。
即係就算你係幾高嘅人都好咧，坦白講我都冇預你講唔該嘅咧，咁我又冇乜嘢咁樣，即係我又未到嗰個境界。總之我內心有句好俗嘅説話，好似怒鳳咁。係啊，咁你唔係好俗。你會發現即係生活裡面好多怒鳳嘅嘢。即係但我就喺度諗咧，如果每一個人佢生活習慣。是習慣嚟嘅啫，唔需要又做國民洗腦教育，要加課叫做唔該的藝術，我冇諗過咁樣做，即係嗰、那個即坦白講唔係 doing 嚟嘅，係 being 嚟嘅，即係你已經成為咗你生活嘅 DNA 習慣，咁可唔可以我哋數一數一日裡面你講過幾多次唔該咧？喺工作間啦，喺生活啦，喺家庭啦，家庭最多噶。老公老婆真是老鳳的有時是這個真的、這個呢我真的事實上我都訓練我的小朋友呢我現在都是的逢親呢即現在入門口因為我們住大廈那裡會有些看監幫你開門我都會的我說一定要說不該人家幫你開門你是一定要說不該的、這些呢其實就是你所說可能真的要由小開始呢你都要灌輸的一個意識希望連變成一個 B 型咯。係，咁我就即係不斷鼓勵自己之中啦，好似你教細路咁啦。咁啊，結果咧，即係應該呢個世界你喺生命裡面係有唔該呢句説話，或者係唔該曬、多謝曬咁樣咧。其實你即使去批評人之前咧，你都會先從一個讚賞嘅位先。咁人對佢接受你嘅批評咧，就會自然啲。等於坐梳化咁樣，唔係硬著陸，係軟著陸嘅。咁大家嗰、那個人之間嘅和諧咧就好啲啦。